农历八月念五，大家好，今天的科技资讯有：昨天下午 ，HTC 在官博上宣布了全球首款64V 八核手机 Desire 820的国行售价为1999元。该机于今天开始在 HTC 官博社区以及天猫开启预订。Desire 820搭载 1.5GHz 骁龙6158核64V 处理器，两 G 运存，配备5.5英寸 720p 屏幕，前置800万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拥有 Boomsound 的双前置立体声扬声器。不知道这5.5寸的 720p 是什么效果了。又是昨天下午，一加科技 CEO 刘作虎在微博发出了一张图片，称一加在今天中午会有个大计划，这让很多网友突然想起了几天前在一加官网上出现的加多宝海报，难不成今天会有一加的加多宝纪念款手机吗？快科技消息，湖南卫视旗下的芒果传媒昨天举办了名为和爸爸在一起的新品发布会，发布了布瓜亲子智能手表。该手表定位于3至10岁的儿童，采用医用材质，可通过 APP 与家长的智能手机配套使用，搭载 MT6260 处理器，配备0.66英寸64×48分辨率 OLED 屏幕，最长待机80小时。这分辨率对我们来说简直感人，有木有？超能网消息，最近有团队为 iPad mini、 iPad mini with Retina 推出了一款名为 AirVR 的虚拟现实配件，该配件本身只有光学镜片和支架，需要利用 iPad mini 作为核心应用载体和显示设备。此外，该团队还为 iPhone 6 Plus 推出了另一款体积和重量小一些的 AirVR 加，且未来还将推出安卓甚至 Surface 版。如今这两款设备的售价都是49美刀。小编这里 at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挡脸皮患者杨慕晨，好东西一起分享。每天一分钟，我们明天见。